我告诉你啊，为什么执法人员犯错会比真正的不是执法人员、有身份的名称的人，这些人是更大的罪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下地狱阎罗王那里是判的最重，就是占有其名、不做事的人、乱做事的人。宁愿还一身轻，因你而伤多少人，损多少人，尤其我们是讲慧命的，不了解这因果的可怕。